我是小美，摩羯座。我叫阿丽，狮子座。他救过我386次，每天并肩作战215分钟，但是我们从未见过面。很好奇他长什么样子，住在这世界的哪个角落。在我的生活里，他已经不是一个过客。在2799小时后，我们决定见面。就拿一个红心气球吧。不见不散。我没有赴约，因为我脑袋里的肿瘤让我陷入了昏迷。真实的世界和虚拟的世界，我都找不到他。我只能每天放一颗气球，希望他看得到，知道我在等他。我相信他会来找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绝配星座，完美心动，就在星辰 Online。